你是啊，你是侯市长吗？侯友宜吗？你眼睛戴好看看。市长，你是侯市长吧？你是认不到吧？站老人啦。你从哪里来？我从台南上来。那你怎么特别上来？哦，我就来找朋友玩。他领你来新北？啊，怎么会来？来逛海。好玩，这里好漂亮哦。漂亮，暗时搁较水呢。是啊。有小朋友出来，有两个，有人出来，一个有人出来，逛的怎么样？很棒啊！有逛苍来，我们的叶淡城走一走。啊，你儿子，妈妈是来看你女儿的，她是高雄人来看你的。啊，妈妈有没有觉得安慰一点？就是啊。啊，你来是老顾，你说什么？在店里来呀。哪里来的？四川的。叶淡城去哪里买？ 谁要坐我旁边？来，来，现在跟叶老公、老爷爷坐一起。老爷爷，老公公坐一起。好，来，现在坐我大腿。来，坐我大腿。哎，元旦节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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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年容易，又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刻，人们回顾过往的种种。 对未来怀抱更多的希望，在这个充满感恩的温馨时光，换上孩子们最期盼的耶诞老人装，近距离和大家互动，感受到的是大家的热情快乐，不论大人还是小孩，脸上贴满灿烂的笑颜，心也跟着暖了。身为市长。 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守护每一位孩子，守护每一位市民，让这座城市充满幸福与光荣，让温暖的阳光永远绽放。看到我也知道是我是谁？侯友宜。啊？侯友宜。你有没有认错？圣诞老人。我是谁？侯友宜。过一个花叶耶诞节喽！哎，救命！